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，现在呢我说话比较小声，因为呢这个大家都在这个睡觉，都在休息。今天呢是2010年的这个4月13号，现在呢是上午这个8点钟了，今天天色比较阴暗。今天呢这是我们这个这一车的人，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这个党员们。我们现在呢是从这个纽约坐车，乘着包车前往这个，这是一共有4辆车了，这是其中一辆，到这个华盛顿去。今天呢，这个是跟这个藏族的朋友，还有这个新疆这个维族的朋友，大家一块儿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地方华盛顿，到这个华盛顿 DC 去表达诉求了。因为今天这个中国国家的元首嘛，胡锦涛，亦或者是国家主席胡锦涛，他今天是在这个华盛顿进行峰会嘛。既然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席，我们这个不论是西藏也好，还是新疆也好，维族地区的朋友也好，还是我们这个这些海外华人我们也好，都是这个中国的一份子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大家都有权利去表达自己不同的诉求。胡锦涛这次访美呢，非常相对是这个低调的，然后也首次是取消了这个海外留学生华侨的迎接。然后呢我们今天去这个也算是一种迎接的方式吧。他这个取消迎接是第一迈向更，就是说跟国际接轨的第一步。我们这些也是说有不同意见的人前去诉求，也是一种跟国际接轨的方式。然而呢，我认为我们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诉求的方式，更能给这个自诩为这个人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一种压力，让他们听到人民的呼声，去解决这个我们国内当前就是说所面临的种种的问题，包括民生啊各种问题。一个领导人他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，完全就是说经过这个下面这些部门的这些动作来决定旨意的话，肯定是有偏差的。我们去讲，可能有我们来诉求，可能有我们的片面性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的的确确的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土地上，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，让这个领导人有一种这个警醒吧，让他感觉到这个人民的力量、公民的力量，让他让他也这个长期在这个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土以外，感受一下这个自由的这种气息了。就是不光是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种锻炼，同样也应该是对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一种，就是说一个进入现代性的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演练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呢休息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可能说这些话也没有一些准备，然后呢希望就是说YouTube 的观众看着比较就见谅一点了。在此呢我回复一下，就是说在我这个空间里面留言的一位朋友，他说我们跟这个新疆西热比亚这些大家在一块儿，好像就是分裂祖国的这种行为。其实呢我还是想用以前的我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，不
论是这个西藏也好，新疆也好，他特别是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，他们就是跟我们汉民族一样，在海外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，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本民族的人还生活得很困苦，很无奈的情况下，有谁不能，谁都会发出这样的呐喊，谁都会这样的诉求。当然，他们提出这种主张，仅仅是他个人的主张。如果是咱们汉族，全中国人人都是平等的，新疆也好，西藏的这些地区，能够像这个沿海地区一样的富有富饶的话，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有说要那个划地或者自治，或者说是要这种独立的思维。那所以说，看来我们也需要大家尽快的去沟通。当然呢，国内呢，大家就说媒体不自由，大家都有这种对立的情绪。然而在海外呢，我们能够站在一块儿，然后都共同去呼吁，去跟这个新疆人和这个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，还有海外从海外开始进行接触，我相信对这个国内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也是有利的。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仇视对方出现了矛盾，而是应当通过一定的渠道去化解，去相互沟通。当然，就是说，这是呢，我是在坐车嘛。今天这个活动的之前的这个主题，我就说先说一说，很多也是没有准备，也这个车也比较晃，希望大家能够见谅。好了，这是看看大家也在休息。4个小时的车应该是很累了，要坐4个小时的车。这是95号公路。